越适合比喻，比喻呢，也就是咱最近在听，非常快乐又逍遥。今仔日先拿彩虹手机拍报回拿，也变四号比如比如然后就是咱罗哈先进的表，今年再报点回拿。后壁为往年来何时高手连破连破，也变四号比如聪明比比不才华。海上船头就烧，人间水过如流。花开一枝成秋，树头风啊日秋。十里寒风初夜，竹花红雪山头。今日西江日秋，来东花头照我笑。众仙天了，众大仙天了，众佛仙你无怀疑。蓬莱仙岛，众仙来之道。今天就是咱天君岁初丁酉年，农历尤其就是咱四月七十日中时大吉日。别来恭迎大都因何敬天上圣庙，中华天后敬天上圣庙，中华南瑶敬天上圣庙，顶级万世敬天上圣庙之灵，在咱本境了境，以及恭祝就是咱天上圣庙圣诞千秋大好日子。今天社区专题，尤其就是咱永顺宫管理委员会总委员，以及就是咱罗哈圣贤大德，带动全体大大小小，别来叩谢神官，答谢神旨。祈求天上圣庙为神灵降赐福，来个庇佑，庇佑你，然后就是咱罗哈圣贤大德，啊，中华老大人身体健康，寿元吉祥百里，今仔是西林的好日子，高头师，少年人在外打着成功，趁一个好时机，开车出门，大吉大利，转头啊角会当平安驾顺时，会当平安财旺，家庭幸福又美满，平安财旺，家庭更加兴旺。年年春来个年年富，年年甜钱丁，月月来个大进财。所来今天就是家己太保，水果处新的美国乐团演戏专台，以及演主持所来进班，大国福水不胜跳下新闻。我是天雕凤雷神多将百姓，变成农药的金刚，一同参加这项风景环保大会咯。那先说先，我定是要。有什么？喂，一同下去夕阳的雨。众仙请留。